热刺4-0水晶宫，孙兴敏成为关键先生，包办球队所有进球。北京时间9月14日，热刺在主场迎战水晶。由于之前两场比赛热刺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，因此他们希望这场比赛能够在主场取得一场大胜。比赛结果和他们赛前预想的差不多，这次4-0击败了水晶宫，在主场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。然而这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不是头号射手凯恩，而是一位亚洲人孙兴敏。以前的足球世界中，也有一些超级巨星可以做到以一己之力包办比赛的全部进球，帮助球队取得胜利，但是这样的球员往往都是当今足坛最优秀的球星。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告诉我们，孙兴敏他已经具备了成长为世界级球星的潜力，而如今的他的实力不容低估，在亚洲球员之中，很少能够有人和他有一较高下的能力。